喂，马，我是阿良。今天就简单分享一下我日常的生活。我不是专门养殖牛的，是因为家里面有几只耕地的牛嘛，所以会偶尔放一下牛，这样子。没想到会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啊！这小狗走过去了。这个牛很护犊子的，你看。别过来了，回去回去回去。